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说两句吧。啊？对，说两句。行行，说两句。那我就说两句啊。今天呢，我大儿子依晨啊结婚，我很高兴，很嫉妒。依晨跟南方啊都是爱党爱国的好青年啊，这个遵纪守法啊。这个依晨这个孩子啊，从小他就爱看书啊，关心国家大事啊，然后呢成长为今天这个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，一个好记者，这都得感谢党的培养啊。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，后来呢在电视台工作，得了很多的奖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依晨啊，这一切都得感谢国家。你看咱们现在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好生活，咱们也得感谢国家，感谢政府，感谢领导，国泰才能民安嘛。最后呢，我提议，让我们祝二位新人新婚快乐。也祝各位亲戚朋友家庭美满。谢谢谢谢。南方，祝福你们。谢谢爸。谢谢。我讲的还行啊，亲家，刚才说的很好。哎呦，我敬你。哟，我敬你，这我得敬你啊。快吃吧，那你们坐吧啊。亲家母啊，哎，我敬你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亲家。这个依晨啊是个好孩子，好男人，他一定会对南方好的。好，以后我们南方就交给你们依晨了。放心。来，西西，咱一块儿吧。我跟你讲，我平时滴酒不沾，我是不喝酒的。今天这个日子，你总得喝一点。谢谢啊。哎，怎么样？走吧，喝点。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谢谢你们，让你慢点喝啊。哎呦，我高兴啊，很激动啊。我这个水平怎么样？特别像领导，真的真的。拿我取笑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慢点啊。我害怕我爸今天掉链子。我刚刚还跟维民说呢。说今天姨父表现的是超常发挥，都有点不像他了，吓死我了。老爷子也就是平时掉链子，关键时候顶得上，不像你们大哥，一到关键时刻就出其不意，一会儿白脚猫，一会儿大打架，能蹦能跳，能文能武。说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一脚踩到游戏桶里，那叫白的呀。透过车窗学会欣赏陌生的月亮，总有些话忍不住多想，尤其那句你不用太担心，尽管去闯荡，我敢走向前方，是你在后方为我打着光，就算命运啊总有颠簸无常，但你会在心上安抚我的飘荡。请进。哎，孙姨。叶里良，大姐让我给你送来的。哎哎，好。哦，对了，孙姨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些花瓣这些收一下。没事，能放我来就行。我来就行。一成啊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洗澡水我已经放好了啊。哎，谢谢您啊。没事儿。